我是真心爱你。严哥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因为你不值得我爱。刘新强，我嫁给你要30年啊，我无功劳嘛有苦劳。你即马讲一句，我无爱你啊，你想要甲我踢走？你还会记？我是恁两个囡仔的妈妈，我毋是恁家的苏永丽。新强啊，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妈，妈。你来救我！我无信用，我活袂落去。我拜托你，你甲信用讲，叫伊袂用跟我离婚。离婚啊！哎呦，信用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要跟丽红离婚啊？妈，这是我甲丽红的代志，丽红家己处理好不好？哎呦，大玲已经结婚过啊十年啊，阿阿妈无有啥物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啊。是安那要离婚呐？啊，你看，阿弟嘛这大汉啊，啊？是啊，爸妈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你较冷静嘞，以后才去讲，好不？阿弟，这件代志你莫管，你带阿妈去房间休困。啊，事情那个变甲安尼啦，啊，哎，我去静休转来啦，这个家都已经规要煞去啊，啊，你叫我要安怎安心休困呐？妈，我知影我们是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，我有做这所在需要改，不过我真正尽力啊！拜托你，你甲信用讲，给我一点仔时间，一年看到我的改变。信用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人都是会犯错的啦。阿妈某，我们都要互相包容。你敢是为着顶摆啊？迄个港票因红色的代志，啊，迄时阵你好毋是回过失礼啊？妈，唔敢那安尼，你好伊个反叛。苏大哥，代志到这，讲起要落无落去。妈。我已经给丽红真多个机会，我无得阁吞论啊！妈，新娘若是坚持要跟我离婚，我感觉今麦就去死！妈，丽红，丽红啊，丽红，唔通讲这个话，孙丽红，你别可利用我妈，这就是你本性。只要咱达成目的，都唔惊伤害任何人。唔是。我是在表达我爱你，我爱这个家。上班啊，我已经决定要结束这段婚姻。爸，你先别冲动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妈，安迪，真实的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新强，新强。我先见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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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屁哟！你来这创啥？信用因为亏欠，应该给恁大家借侪钱啊！你搁几可怜来这做教护员哦？啊，也是讲你唔捌看过这么侪钱，唔知要哪用，所以你特别做来这请教。第一，我袂接受恁酒家任何一仙钱。第二，我是来看头家妈。你今麦可袂哩提酒家的人的名去话恁的翁？你哪有可能对我妈这么好？我唔敢和你离去看我妈，我惊你对我妈下手。人心也是乌的哦，看什么物件嘛拢是乌的。歹势。无家属的同意，你袂用离去。我跟你说，
请警卫把这无受欢迎人赶出去，然后把这消毒一下。葛总裁，哪会阮一到位啊，就看到你的姊妹伴要把人赶走？看起来咱今仔日了，不是时阵哦。葛总裁，我哪会可能无欢迎您？我讲的是另外一个交名片的人。江小姐，真久无看。高总裁，歹势，我拄则廖准讲，你可能已经袂记得我，想讲既然袂记得，我就歹势主动甲你拍招呼。对阮国家来讲，你是遮尔啊重要的人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高总裁。你是谁？是啊，真好的老朋友。江小姐，你有哪是要来看周老夫人的是？是啊。我嘛是啊，我咱做伙来拜访。高总裁，加一个人，甲恁大家祈福，敢是真好。江小姐。好，给下去。这位是葛总裁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盛发集团董事长周信强，伊是我的红婿。信强，这位就是阿曼达红婿，视听监控葛总裁。葛总裁你好，久仰。这位董事长你好，高小姐。你今天嘛来？江小姐嘛是来看老夫人的，拄好拄着了。多谢你，一直这样关心我嘛。甚至伫发生阿玲的代志以后，因为头家嘛是我的朋友。江小姐就甲较早同款啊，到即马依然是遮尔啊温暖的人。周老夫人啊，就是有福报，才去予伊照顾着。高总裁以前就熟悉江小姐。是啊，几十年前的缘分啊。高总裁，爸，我先甲这先去报名啦。Andy， 艾伦特别来看阿妈，恁要陪伊哦。阿姨，不要紧啊。我相信安迪哦，一定有足侪公司的代志爱无闲，我就莫去耽误着伊的时间啊。Sam， 你甲江小姐是年纪跨老古哩，我惊遮尼侪人去哦，会甲伊搅扰着。安尼嘛好啦，郭总裁，请。有人可以来看你，大家拢希望你能紧好起来。大家妈，我是佩玉啊，你有听到我在跟你讲话无？等你清醒哦，我才陪你去散步，还佫有做白醋凉面给你吃。是休困觉，就爱较紧甲目睭闭好开。阮大家拢在等你哦。听江小姐你拄只讲遐话啊，我阁想起当年的代志。我问你，高总裁甲江碧有甚物关系？是安怎伊伫替江碧有讲话？我嘛完全唔知影，我唔捌听世贤讲过江碧有这个人。江小姐，我妈若是知你来看伊，一定会真怀疑。就当输掉，伊甲我伤过激动啊，是嘞。要唔过我讲过话，我袂收倒转来。
以后阮家每一个人拢袂接受你任何帮助。你也莫想讲用钱还是其他什么好处来补偿我，因为阮政府的命是任何物件拢无法度补偿。听皮皮安尼讲，看起来已经知影周信强就是当年带去东南亚迄个结拜大爷。皮皮，你讲无唔对，咱东家无需要周信强斗相共，从今以后由我来保护你，保护咱东家。要不甲钱还你啊？伊哪有这么侪钱？我嘛唔知影。第好，王耀武若是佫有周转不灵，你才甲我讲。非得我嘛无需要用到钱，而且今摆伊甲杨姐还佫有信强要合作，假使讲资金有问题，影响着三方合作，安尼嘛不好。阿曼达，你人真了足好个呢，佫会替耀武想遮尼济。敢是因为港票拢知影当年的代志，王耀武无想要继续我控制，所以才着去还钱。大嫂，啊头家妈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啦？阿曼达，你也伫个哦。阿曼达，顶届哦，真正最歹势。原本我甲姐呢哦，是想要去斗相共的啦。啊，结果煞。不要紧啦，有心较重要。啊，嫂啊，你找阮姐呢去创啥？啊，我着想讲哦，会当对着阿曼达的脚步做善事，唔则会带姐呢去斗相共煮饭，互遐工作人员食啦。啊，像怎样接你哦？差一点仔就把人灶卡拢烧烧掉啊！姚部公司最近的资金周转安怎？伊敢有去甲银行借钱？啊？甲银行借钱？嗯。啊，冠杰毋是甲迄个上野集团恭候三方合作案啦、啊？我以后都等趁钱就好啊，哪就甲人借钱？那恁姚部最近敢有啥物所在无共款？啊，是讲伊有识识特别厉害人物？当然嘛有，啥？阿曼达，伊敢无够大咖？哎，不过哦，阮姚母最近哦，真正是有较衰呢，唔呐跋倒啦，还佫破相。虽然伊讲哦，伊跋倒是无势力的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是无啥相信。啊，佫有哦，迄人家醉茫茫倒转来哦。讲伊这些人为着钱哦，拢予人看无，怪阮冠杰哦，为着伊爱坐一口亏哦。我伫边仔看嘛是看了足唔甘的。迄行李场的代志我是较唔办啦，都只会当去庙的替姚母添油香啊。结果你敢知影？迄庙内底师傅甲我讲啥？伊讲哦，爱我替姚母祭拜呢，也是讲哦，爱办一场这个喜事吼来甲过运。嫂啊，啊，我着想讲吼，归去啦，办一场婚礼来甲冲喜，你看呐。即摆拢什么时代啊？少年人哪有可能心直头？而且结婚是一世人的代志，哪会当为着冲喜就凊彩办？哎呦，阿曼达，迄是因为你住伫国外伤久，你唔办啦。迄老大人咧讲，冲喜冲喜，绝对是有伊的道理的啦。冲喜。这个建议袂歹，若是安妮跟艾伦结婚，唔难应和阮大家好起来。信强会因为要做主婚人，为了少家的面子，无法度跟我提离婚的代志。无你卡时间久啊，一气就消啊。嫂啊，想袂到你有这么好的建议。我拄好感觉阮盛发集团最近有点仔乱糟糟，所以有一个喜事，甲大家开做会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这种好代志哦，都袂当拖，爱赶紧办哦吼。